号，也有也有个称号嘛，就是线嫂嘛。哎，对啊，你别碰解压啦。你会介意那个跳舞嘴唇会发白的男生吗？我觉得可以，其实我很蛮喜欢的。他最近有练身体，你可以摸摸看。有。好久不见呢，好久不见呢，啊！处理。因为好久不见健哥，所以还蛮开心的。不是很久不见，一定要拥抱。可是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跟你拥抱。就是要拥抱。对啊，抱到。哎，当年也有个称号嘛，就是线嫂嘛。哎，对啊。你别碰解压啦。那个是品味的问题啊！啊，最近现在都在做什么？外场做晚会，做晚会，主持人哦。没有表演，餐厅啊或什么那些都有。歌厅秀啊，还有活动。未来如果健哥有开演唱会的话，我也可以去当嘉宾。邀约起来。对啊，最近要想那个大巨蛋可能有，我先准备一下，直接敲了。因为我会整个哈上千走上百走，上千走哦。而且告别演唱会，你一定要来告别演唱会。告别，对，告别，唱完就告别了。是。当年呢，我现在突然间想到当年好多那个事情画面哦。对，第一次我看到他，他等于是一个临演的角色。对，没错。那来，哎，你这样我说，告诉他演什么，他都不知道该怎么演。我说。干脆这样啦，你再帮他装一个耳膜，哎，对啊，我告诉他我说了什么，他就说是这样来的，造演这样的配合，但是其实你是比较重要。对，我只是出馊子主意而已，告诉你说啊，刚才跟你讲什么，就是用耳机，会有点，会有笑点，而且他也很好控制啊，对不对？他配合度也很高。配合你什么都 OK 啊，后来因为不是还有丝袜套头啦什么那一些桥段，对不对？观众爱死了，全世界涨价涨最快的人就在这里。对，因为没错，当时他的经纪人当然不可能就是把全部的钱给他，对，有点欺负他了。对，因为我们是分一半嘛，可是他其实 A 了一半一张。哦，对，而且他讲这个事情我都知道，我都知道，所以我就暗中去帮忙。嗯，然后因为你赚的钱我又不能分什么，对啊，我只是爱财。真爱财，你这个财富是财富，有才华的人，你要知道哈，他第一次来，各位仔细听好哦，录一整天，对，大概500到800块一整天，对，然后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你经过一个月播出节目播出以后，第一个月，你就涨价到来一天就是40000，哎呦，真的假？对，可是你知道我经纪人哦，他只有跟我做20000。对，啊，你也都不知道，那也分你抽20000，对啊，而且他是以20000为主，20000啊，然后再对抽。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对，所以说什么3个月嘛，一个月就爆红了。我们在这一台做节目，另外3台的收视率加起来还不到我们的收视率，打败飞哥，刷哥。的部分都打完了，然后那时候天哥真的是无间里面收视率第一，是，后来是因为被友台强力挖角过去，但是你挖把人挖角过去以后，你又不会用，是用到最后哩哩哒哒，最后节目也不行，浪费了，那就把它给毁掉了，没错，当年结果跑去卖面包，对，这个是没错，而且。我卖面包，你身材是因为卖面包卖出来的？对，真的是没钱，哎，没有收入，没有工作，而且是住在我亲戚人的办公室，寄人篱下了。对，然后我那时候大办公室来的，对，然后因为我经纪人不给我钱嘛，哦，然后后来我就去面包店上班台一个月哦，然后就被记者媒体
偷拍，人家啊，如何怎么落魄的，偷拍，还要跟拍，在新竹旁边不可能没饭吃的嘛。他们还打电话给我经纪人，然后跟我经纪人说，哎，你的如花在面包店工作呢，哦，哎呀，上班，然后新闻就出来。对，我经纪人打电话给我之后，他跟我说叫我马上辞职，哦，然后如果不辞职的话，你就是违约要赔300万。连这个还要告，那叫你辞职，但是人家都没饭吃了，你还要告人家，这种的还要赔300万。记者跑到面包店，你确定他是要拍你吗？还是要那个面包真的粗鲁，明星商品还乱爆。就是我曾经有帮朋友去槟榔摊卖槟榔，哎，卖槟榔，可是只是帮忙而已，就被记者媒体解说我当槟榔机师。机师，主要是我是穿正常的服装嘞，我没有穿那个很露的。对，槟榔机师不知道穿得很薄纱，薄纱你要换呐，你要换呐，对啊，比较好看。我就跟我那个他的朋友讲说，我说因为哈，我是一个公众人物，对对啊，我如果穿那个辣那个辣妆，很辣的，真的会被记者媒体误导啊，也会让人家误导。哦，如果缺钱有需要钱的话，那你就打电话给陈汉典。为什么？我现在推给他了，我以为是他推荐。哎，我们推的太快，我以为是他推荐。他会跟我讲，对，然后我们再帮你介绍工作。转达啦，我们转达给小哥。有男朋友不？哎，靠你介绍。阿娘，哇，我们可以介绍啊。所以有一位那个朋友也是单身很久。哦，那你会介意那个跳舞嘴唇会发白的男生吗？我觉得可以，其实我很蛮喜欢的。他最近有练身体，你可以摸摸看。有。而且他很喜欢去 motel， 是啊，我已经戒了。那等会完了，我们再去，不不不，再去怀念你的歌啦。对，还是要给他唱一下，对不对？好啊，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唱啊，当中要哇哇，这个别忘了。要这个吗？这是我的一颗心嘛，对，对不对？经典的表演呢？经典表演嘛，来一下，来一下啊！路边野花不要采。姐太可爱，我们也让大家看到啊，真正去感受一下舞台上的表演，我们是真心快乐的，喜欢表演，对表演热情。黄义雄重要，今天看到你特别开心，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谢谢如花，谢谢。